如果不点个赞，我把你奶奶给你揪掉，还需要不削钢？新英雄四环德文，哈佛毕业连英文都看不懂，我主要怕你们看不懂。一会儿哎，航哥，这一回技能怎么看呢？啊，这一回技能是怎么？你能不能讲解一下？我懒得给你讲解，我就直接中文往那一放，你也能看明白就行了。我说我就怕你们看不懂，谁今天要是不听话，我就给谁剪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剪你！英雄带什么天赋呢？我想想啊，特殊技能，哎，好像是英雄的回血哈。我点个，给我点个防御天赋看看。出门多拦截，我要是想赢就得抓紧时间了。这个是 AP 还是 AED 的？是 AP 的，所有技能全是 AP 的。大招是最大生命值魔法伤害，先学个 Q。 他的剑比我远呢，我夹，我给你修个指甲。A， 再 A， 夹，致命点呀！他也不跑了，挺好。我得回家了，先来个皮孩吧。他对结界之外所有敌人处于无法被选取状态。哎，无法被选取状态，我记得不是所有技能都不好使吗？只是无法被选取吗？那假如说人马开个 E， 我开个 W， 他踹我，他不踹不着吗？ E， 抢抢抢，一抢抢 W， 快跑！打不过，哎呦，挫败之王还是猛。我不太清楚这英雄能不能打过他这波，我不太敢上。他们想要阻止我，觉得还是回家吧。先来本小黄书。没有持续战斗能力，怎么没有呢？那 E 技能吸地挺快的 ，Q 技能吸地也挺快的。夹，踹他，透点盐，一段大招，一 A， 二段大招，夹，三段大招，我艾瑞利亚，哎，我觉得出这个可以啊，出推推棒行，我觉得出推推棒行，又没控又没减速，出个推推棒，我一夹。他也没打着，他比我扎得远呢。我夹，这人我是不是欠他夹？其实你不来，他应该也打不过我。其实还可以跟他打。没什么太大的问题，我一上来夹，我太开心了，我一上来夹啊，不能，夹一，他跑了，一夹，夹不着啊，这太短了。这么短，大他，这不给我大他，那马尔扎哈咋不放大呢？假，可以啊。哎呀，我 E 可以过墙，哎呀，这波没玩好，我 E 能过墙，这波就把剑圣秀了。
主要还是太卡了，主要还是穴位是有点卡，操作吧有点慢，熟练度太低，跟熟练度没有关系，你不明白这种感觉，你根本不明白。以你的智慧，我很难跟你解释。对面的王八004，脚脚打把妞一段大，一过来夹二段大，推推棒三段大，夹一夹点烟夹夹打呗着你，这没打过啊，那洛克萨斯之手他妈6级啊都没打过，这把感觉得出个沙漏，这波是5-4吧，5-4打成这个样子啊，怎么的呢，挺狂啊，我夹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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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一推推棒，哎，勾那王八，勾的，挺狂啊这王八，我一打，再打，漂亮，我打了，我说停停，啊、嗯，停停。非得再来一波呗，推他半夹八八溜一夹夹夹一上来夹夹，把那王八给我收了，一上来闪现夹我溜了，我操，那王八加个猫跑那么快，这就体现出来抓不到人的痛苦了，你看啊，追不上人，不行算了吧，要不都打了吧，啊，快打呀，也行，哎，一上来夹夹给大夹呀，推推棒夹夹夹，这英雄也不算特别厉害，哎呀，我本来以为是一个 bug， 没想到啊平平无奇呀、啊、先来个沙漏吧，啊，上路剑圣啊，跑勾一推推棒夹一段大，一技能夹两段大，夹夹打半溜一夹三段大，捡你的亏，捡捡走、哦、中推吧，蓝都不是那么特别缺的，还好当下最美一刀剪下去，投降了。我这延迟太高了，我换一个加速器，这加速器不行，我得换一个。看完影片别忘了帮姐姐君点个赞哦。